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野。今天我们继续搞上一块这个肉吃起。这两天我们这边实在是太忙了，前几天刚收好那个豆，这就要开始收入那个油菜了。我们现在煮上一点，过一会回来就可以吃现成了。走，搞起。我们砍上一半就行了。哎呀，骨头。我们现在先烧上一点水，水已经热了，我们现在还是老规矩，先烧下这个肉。这个肉要给它烧一下，它吃起来才会更香，而且那个皮子也更容易煮趴煮熟。我们慢慢的给它烧，等下冒油了。主要我们是烧那个皮子，要把这个皮子烧得金黄金黄的。我媳妇烧的还不错，我们现在给它清洗一下，泡了个五六分钟了，这个是瘦肉，瘦肉就烧得有点黑，但是这个不影响的，这看上去不美观而已，这样煮出来味道挺好的。先给它大体清洗一下，有朋友说用那个钢丝球很好洗，我也没买到那个钢丝球，我们今天就搞这个来洗一下。看来球是还可以洗，我们以前都是直接用刀刮的。上锅上锅，我们现在给它打一下浮沫。哦，这个还挺干净的，都不用打，给它盖着继续煮吧。我们现在搞点这个绿豆和它一起煮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家种的一个小绿豆。
好，领小孩子终然交给我女儿，给领了周年。领了周年。领了怎么交给你领着个？好，领着个你啊。好。给他淘洗一下。狗吃了你！哎呀，那至少煮过一个小时两个儿子豆花，我们慢慢的给它煮着。出发干活去了。煮了好长时间了，看一下，应该都熟了。嗯，都熟了。好了。嗯，差劲嘞！我们把这个肉夹出来。有点嚼不动的感觉吗？应该。这怎么嘛？也得转不小，可怕是碗那小了。哈哈哈。原来。还有呢，还有刀。这转不小了。给它冷一会儿。我们现在把它切一下。把骨头给剔出来。给它。去大块点啊，买细小点，细小点了。太香了，闻起来。先搞上点吃去。很香的那个，刚刚一拖就起这么多了。搞到一个盘子里面装起，好像还有一点是肥呢，给它。嗯。我们把它肥的单独放一点。我呢的话，它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肥的，因为那个肥的嘛，它不靠牙齿，而且我那牙齿也不好。
这个就是稍微有点肥。这个肥的煮出来也挺好吃的，像我平时不敢怎么吃那个肥肉，像但这个腊肉我就敢吃。来来来，给你吃个够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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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一下这个小绿豆煮成什么样子了，泡了泡了，相当的泡了。出锅出锅。淡了那个豆豆，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开饭了，你两个咋擀米线啊？吃饭不香吗？嗯，真好吃。花口味不行啊。啊，简简单单的几个菜，打上一点豆汤。你们给啊豆，让你们给啊。哦，我吃剩的，剩你不能要的。嗯，挺好的吃。你跟吃的绿豆，这小绿豆好吃。嗯，拿上一块瘦肉。正好你放在厨房里，起来我再蒸它的饭。蒸这个，天天老衲，这快点帮装吧。你最喜欢吃肥肉哈。我女儿吃肉挺厉害的。给帮着。分班着的。敢吃个，多吃点个。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吧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。